现代人重视休闲旅游，民间乡的一间茶米咖啡农场，近年来嘛开始推广轻旅游，安排民众来体验当地做茶甲暖茶过程，也吸引各地游客是慕名前来。就连来自韩国首尔的青松会一群人嘛前来探访，感受到台湾茶做茶技术，甲试饮台湾茶米。嘿嘿，闻到的香气安尼好。来自韩国首尔青松会的朋友，首先体验传统的茶茶甲暖茶，除了扮演茶农，感受制茶的幸福。农场主人嘛特别用泡比赛茶的方式，准备着各种无同款的好茶，来招待一群来自国外的好友。火炼的茶汤甲迷人的气味，嘛可以体验着台湾茶文化的实力。他来到这边，非常的高兴，还喝到很多种茶，也很喜欢。在韩国的时候，实际上比较少喝韩国的茶，比较常喝台湾的茶。在喝台湾的茶大概已经有四五年了。他说呢，他在韩国就是他是没有做过这样的体验的，但他来这边做了体验之后，他回到韩国，他也想去做看看体验，然后去看一下这两边哪里不一样。台中青松会甲韩国青松的交流已经有38年时间，因时常拢用台湾特色产业茶米作为送给因的礼品，对方嘛常常用电话要求替因购买台湾好茶，而且嘛对茶制作相当好奇，所以即届因来台湾就特别带因甲民间茶乡亲自体验茶文化。和韩国啊，有一个机会了解咱台湾的文化，来推广。因为阮这种社团，那是一个生理社团，因对咱的地位也有了解，相对呐，有法度来解说。哦，阮今日就这个机会，有法度做这个文化推广出去。特别的哈，帮他们设计做绿茶，哦，那跟品茶的这个，还有采茶的这个行程，那透过你的炒茶，闻起茶叶的香气。让你在触觉茶叶的感动的时候，让你对茶更深的一层的认识。台湾茶世界香，台湾好茶伫咧南投，而且全国上大茶区伫民间，急接开办茶文化轻旅行，让国内外游客做一挂茶 DIY， 并享用好茶，实际了解茶文化的深度甲精华。记者陈信昌报道。